还是你了解我啊？嗯，你瞧，哭什么呀？我一撅屁股，你就知道我拉什么屎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你儿子了？要啊，儿子干嘛不要啊？咱儿子是儿子，他是他。反正香港我也不去了。我是这么想啊，你要是我儿子呢，你上北京来你看看我，是吧？那你要不来，那我也没辙了。反正我跟罗小泽也就没什么瓜葛。哎呀，那要是这样，他不让你见你儿子怎么办？觉着应该不至于的吧？如果说真这么干，那只能说我看人看对了。没人能改变我。